罗德也不是选手吗？哦，对啊，杰伦也蛮强的。我刚刚杰伦我有好队友也是上分很快，可惜的呢，哈哈，遇到我。是不是该吧？吃不下。八一二九了，我要爬直直的吗？我要爬红红的。奇奇八八，你怎么那么讨厌奇人？干嘛？你干嘛把对杀个人？九 Q，我这边有一份工作，月薪120000要做吗？但地点在柬埔寨。不做哦。啊，我先教你如何不被骗。你先把你身上的器官拔掉再过去。抢什么干？先不要吵，主管来搜索比较。你们这些酸民都不懂，为什么聊天室好像一堆人跟杰伦有仇一样？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只是特别想酸他吧。没事啦，我跟瑞斯蒂亚波林玩的时候聊天室也会针对那个人骂，也会骂我，还好。总是三个人排，总是要有一找一个来霸凌的，知道吗？他们走，就用他们用，我们就走。哇，多人哦！看谁是被霸凌的那个。我们抢左好了，不要抢中，应该会有一组。有一组，我要抢左、哦，有一组。他们中间，他们中间。我拿和平的，没有连上一个。中间有一组哦。两个爆点。哎、欸，三个都，我打250了，总共。你加油！我没有子弹，老哥。那个天线没什么血。嗯，我没子弹。我下去了，我下去了，我被两个枪线。啊，第二组在旁边看。倒一只，我这边倒一只。嗯。要下来，加一点大牌吧。嗯。变强哎、欸，这是那个谁吗？变强是变强吗？不是吧？变强不是已经顶，已经顶了。哦，变强已经顶了。你在上面看，等一下吧。哇，你把我的子弹捡走了，那我可以去救奇瑞。他们想下来了，下来了。在我这里，对，嗯。我没扫到。支架。